赵薇、佟大为主演的虎妈猫爸呢，号称是全明星阵容啊。除了有张译的客串，那赵薇的十几位大学同学，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明星九六班中的祖峰、孔维、张恒、严丹成等呢，都露脸客串了。所以说呢，看了电视剧的观众们，你到底认出了多少位明星呢？他把他的同学找去帮我们去串了一场这个，同学聚会。就是想说找一些熟人来演，可能更能演出来那种同学之间的那种感情，那种关系吧。我来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又迟到了点。剧中一场同学聚会的戏份，硬是在赵薇的好人缘下，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九六级表演系本科班的大聚会。以下这些演员，你是不是都很眼熟呢？你是不是就认识兰兰了？我也是你同学，好不好？那是那是。我问你，我是谁呀？疼啊！这算什么呀？我闺女他们学校还发拉杆箱呢，一人一个，跟空姐似的。来，咱们喝。虽然挤在一群同学的背后，台词也只有一两句，不过赵薇版《还珠格格》当中的赛亚公主张恒还是很开心和老同学们一起打了一回酱油的。能够和老同学们欢聚一堂，不管是几个镜头，有几句台词，大家都演得挺开心的。江主任，我这一名片。哎，刘总啊，你刚才约我，我先走。我还没结婚呢，我结了，媳妇儿刚怀。除了九六班同学们的荧屏合体给拍摄现场增加了几分校园气息之外，就连班主任崔新琴老师也在剧中成了赵薇的妈妈。这在学校就情同母女的师生俩终于有机会合作了。当然，赵薇花在这部剧上的心思还不止这些，就连自己真正的助理李果也在剧中客串了一回，支持老板。喂，哎，李果，你帮我订两张回北京最晚的机票，10:50，可以可以。有了新天地，总好不倒。